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科会第十九面经文倒数第二行看起，见贤勿慢，见善勿谤，从这儿看起。这一段是讲的改旧习啊，学佛就是学智慧，学觉悟啊。佛是智慧呀，觉悟的意思。如果不觉呢，就迷惑；不智就愚痴。谁愿意做个愚痴人呢？谁愿意做个糊涂人呢？要不愿意呢，那就得学佛了。学佛从哪里学起呢？最重要的改心呐！我们从前这个心里所思所想的错了，要从这个地方下手。你看佛教里面许多祖师大德，常常教人呢，说从根本修。修就是改的意思，修改修正修理当然我们错了才需要修理嘛，才需要修正嘛错是从心里错起的从思想见解这个分别执着从这里错起的。改呢，当然也要从这个地方改，那是最上乘的修行方法。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了改习气。头一条啊，要改的见贤勿慢。修道的人最严重的障碍就是贪嗔痴嫉妒轻慢都是嗔恚愚痴的一分，这个习气很重很重，在日常生活当中，与人相处，不知不觉，有意无意，这种烦恼习气就流露出来了。自己呢，没有高度的警觉心。所以烦恼习气不断地在增长啊，道业怎么能成就？不但道业不能成就，跟诸位说，学业也不能成就，事业也不能成就。纵然你看到学业事业好像啊很这个蓬勃
啊很发达的时候，它时间不久长，真的所谓是昙花一现呐。我们在社会上观察，无论中国外国，啊，在这一生当中得到大富大贵，但是到晚年他就衰了，一世都不能保全。啊，晚年我们看到破产了，失败了。我们再看看古时候的人，他们懂得修养道德，懂得收敛自己，他们的四功能传好几代啊，自己好啊，儿子也不错，孙子也不错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他懂得修行啊，他懂得改过啊，世世代代都受到这么好的教养，都懂得克己，都懂得断恶行善啊，所以能够传十几代几十代。最明显的我们看到中国这个历代的帝王啊，他能传十几代，传二十几代啊，能传几百年，靠什么？积功累德，断恶修善呐、啊，靠这个古圣先贤，佛菩萨对我们真实教诲。世出世间一切法总离不开因果的定律，佛法也离不开啊。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也展开，清凉大师跟我们说的五重因果，《妙法莲华经》一尘因果，所以佛法是因缘生啊。凡是因缘生的，就不是第一义，属于第二义啊。因此，佛才教导我们，佛法也不可以执着。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是佛法了，佛法到最后还是要舍弃。为什么舍弃？它不是真实法，它是方便法了啊。佛为什么不说真实法呢？真实法说不出来，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佛非常慈悲，用这个方便法让我们自己去悟入真实法啊，没有方便我们没有办法悟入啊。这个方便好像我们走路啊，那个路上的指路牌子一样啊，他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呢，我们要走啊，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地不是那个牌子啊，要把那个牌子认作目的地，那就错了。
啊，佛说一切经呢是个指路牌，循着这个指路牌你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地，是这么个意思啊。如果你法不学呢，那你就抱住这个指路牌认为这就是你的目的地，那你就错了。啊，所以开经偈里头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一句话，我们要真正的理解它啊，不能够啊错误意思啊。佛在此地这个里头话不多，很简单的几句话，换一句话是最重要的话。这个毛病不改，你在佛法修学可以说永远不得其门而入啊。头一条，见心无慢啊，慢是怠慢轻慢，我们今天讲啊，瞧不起人啊。今天社会是不是这样的？是的。哪个是贤人呢？释迦牟尼佛是贤人，孔老夫子是贤人，孟老夫子是贤人，在今天社会没人瞧得起，大家不重视啊。啊，现在的时尚一般人重视什么呢？重视发财的人啊，重视科技文明，科学技术上的发明人得到社会大众重视啊，这些人的成就固然是值得赞叹，他为什么成就的？前世种的因啊，这一生遇到缘，果报现象了，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大圣大贤是教导我们种因的，我们把这个疏忽了，我们只看到果报，只重视果报，而不懂得这个里头的因缘。祈求果报，那怎么可能呢？怎么能得到呢？啊，大圣大贤教我们种因，教我们认识机缘，教我们如何掌握机缘，啊，成就啊不可思议的果报。这是幸福美满的根源啊，圣贤就是的呀。我们怎么可以轻慢呢？啊，所以在这个这一句，在这个地方，我们千万不要疏忽了。啊，如果是轻易的读过去，辜负了佛陀的教诲啊。这一段事情啊，我们可以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唐朝时候，印宗法师遇到六祖慧能大师，他是前辈，真的是老前辈的大法师啊。
在岭南这个地区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多年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遇到能大师之后，觉得能大师的见解、德学确实比自己高，他不嫉妒，他要嫉妒的话就把他赶走，赶出去了。他可以叫他的信徒不要听他的，他不但没有嫉妒啊，慧能大师是个在家居士，请求出家，印宗很欢喜啊，给他剃度啊。印宗是六祖的剃度师啊。可是剃度之后，佛是以法为最尊。印宗倒过头来拜慧能为师父，你看他们的关系，印宗是他的剃度师，慧能是印宗的徒弟，但是印宗呢又是慧能的法子，你们想想看这个关系很妙啊，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回过头来拜他做老师啊，法子啊，我们佛门里头法子是最尊贵的。剃度师、戒和尚都是引进门的，戒引进门的，所谓是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你成就与否，关键呢，在传法的这个老师，这个关系啊，太重太大了。你得法、传法、得法。这是真实的成就啊！慧能传法给印宗啊，印宗在慧能麾下得法的。这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不识真智慧。真的行做不到啊！我们读那一节经文，要把经本合起来多想想啊！如果我遇到了，我能不能做到？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假设我是这个道场的住持，在这个地方弘法多年，信徒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大家对我这么尊重，我今天遇到一个陌生人，过去不认识，这一接触之下，觉得这个人确实是有道心，
自己是比不上，我们能不能像印宗法师这样低头下气拜他做师父？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在世法里面，古代管仲跟鲍叔牙非常接近。啊，鲍叔牙官做得很大了，地位很高啊。管仲是平民百姓呐。啊，他们往来，鲍叔牙知道管仲的才干，推荐给齐桓公啊。任命他做宰相啊，而鲍叔牙做他的部下，都不是平常人能做到的。啊，所以见贤不轻慢呢，那个人就是贤人。唯有英雄才爱惜英雄，唯有贤人才尊敬贤人，就这么个道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把我们自己本身从薄地凡夫提升到圣贤的地位。啊，唯有贤才会尊贤，唯有圣才会赞叹圣。啊，一般人当然不可能。啊，一般人无入圣贤，轻慢圣贤可以原谅的。啊，这个佛在无量寿经上说的，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啊，换一句话说，一般愚痴的人，业障深重的人，不知道尊重圣贤，轻慢圣贤，侮辱圣贤，毁谤圣贤，我们看了点头，不足以为怪。啊，这是正常的现象。啊，佛在此地，这是对我们对他的学生讲的。学生无论是在家学生、出家学生，你学佛为什么？就是惜圣惜贤。啊，我们学佛的最终目的，佛道无上誓愿成，我目的在此地啊。学佛就是来学做佛的，那学做佛的呢，先要把自己从凡夫位啊提升到贤圣位，这才教我们呢见贤勿慢呐，决定不可以轻慢。要知道尊重，要能够舍己为人，啊，行善的标准就是这个经上讲的，舍善业道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现在我们主修的课程《大乘无量寿经》，
佛教我们要做的，认真努力去做。啊，佛教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决定不能够违背佛陀的教诲。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才有可能成就啊。不但不能够轻慢先人，要亲近善知识啊。这个经经文展开第一句，佛教导我们亲近名师，从名师受戒。名师就是贤人，就是善知识啊，善思道德之人，我们要亲近他。要跟他学习啊，亲近的时间越久越好啊，这是我们自己的福分呐啊，我们亲近善知识，纵然一句话没有。我们坐在他的旁边，感受他的磁场，感受他的气氛，就得很大的利益。啊，这桩事情，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感受到。我二十几岁到台湾了，我们的朋友同事年龄都差不多的啊，星期假日他们都去玩去了啊，戏院茶馆游乐场所都到这个些地方去消遣去了，我不去啊，我去找善知识，利用这个时间啊，坐在他们的房间听他们聊天，听他们谈话，有时候我也提出一些问题向他们请教，那个气氛跟那些热闹场所不一样啊。这种利益确实我们一生都受用不尽啊，这也是善导大师所说的语言不同啊，我认识这些善知识，没有人介绍啊！啊，我年轻时候好学，这是真的。啊，打听台北各个大学里面最有名的教授，我给他们写信。啊，我的信写得很恳切啊，希望有机会能够亲近他们，听他们的教诲
几乎我找的这些教授从来没有一个拒绝我的，都欢喜与我见面啊。所以在那个时期我认识了十几位教授啊，我得空就亲近他们。向他们学习啊。啊，这也许是我涉学的是这个时间太长。学校教育没有念完呢。啊，我只念到高中一年级上学期，就没有再念书了。啊，初中一年级念完之后，是学三年。跟日本人打仗啊，战乱的时期，天天逃难啊。啊，三年没有机会念书啊。抗战胜利之后，这有机会念了两年。啊，一个人跟几个同学们到台湾，举目无亲的，要靠自己工作养活自己。啊，所以只有在公余的时间自己学习。啊，自己学习困难很多啊。所以求善知识的心非常恳切。啊，那个时候我看的东西读的东西非常广泛。啊，到最后我选择了哲学。啊，亲近方东美先生。啊，由哲学里面进入到佛学。啊，接触佛法大概一个月，我认识了张家大师。语言殊胜啊。我一生的时间没有浪费过啊，我对得起自己，我尊重老师，老师也爱护我这个学生啊，我真肯学，真肯干啊，能够遵循中道，能够舍己为人啊，我读这一句感触很深呐。在我自己这一生修学过程当中，成败的枢纽关键就在这一句如果什么时候你对于邪能生起轻慢猜疑之心，你必定堕落。
所以这一句话我们要重视，要认真学习啊！如果对于这个好人好事、善心善行，还有嫉妒轻慢，要知道这是自己严重的业障，改过来就是业障消除了。我们入道这个门就打开了。第二句，见善勿谤啊，这是阻碍别人的善行善事啊。为什么呢？还是属于嫉妒，嫉妒障碍啊。我们在新加坡这个三年当中，跟其他宗教的交往，我们佛门里面的同修，对于我们的做法，就有严重的障碍。啊，有意无意的毁谤，说我们违背了佛陀的教诲，啊，跟其他宗教往来，啊，尤其是落在他们口舌里面所谓的佛教徒四众的供养啊，这些钱送给其他宗教，这是罪过啊。啊，这些话传入信徒的耳中，对我们所作所为产生疑惑，造成了退心呢。我们不能不详加解释，我们有没有做错呢？我们是遵从佛陀教诲来做的。如果说我们做错了，那是佛陀教我们教错了啊。为什么呢？佛教给我们众生无边誓愿度，基督教徒是不是众生？印度教徒是不是众生？伊斯兰教徒是不是众生？佛经上有没有说？啊，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不多，没有这个说法吗？啊，那么我们所作所为完全是由经论做依据的吗？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在这个社会上都做了许多好事啊。
他们办孤儿院，办养老院，办学校，啊，做社会慈善福利的事业，做的很多，做的比我们佛教多啊。所以有一些信徒听了这些谣言来问我，我就跟他们解释啊，我们要不要办孤儿院，要不要办养老院，他们想想要啊，但是我们没有办，人家已经办了。人家办的就是我们自己办的，我们怎么能不照顾呢？啊，这一边工商业发达嘛，对于工商业的理念大家都懂吗？他办孤儿院，我送钱去投资，可不可以啊？哎，他那个事业里头有我一股在里面呢，啊，这个他听懂了，啊，他办的就是我要办的，我办的他们已经在办了，不是好事情吗？他办我办都一样，啊，何必一定要挂个佛教招牌？哪个招牌都行。只要让孤儿得到教养，啊，只要让老年人得到照顾，我们的心就欢喜了，心就安了。啊，天主教的修女来告诉我，啊，他们要到非洲去。派一个医疗队到那边去，啊，那边人民非常穷苦，生病得不到这个医药，得不到医疗，啊，他们到那边去做这个事情，我听了很欢喜，我说我捐助一点医药费好不好？啊，他很欢迎。我捐了50000块钱给他们做医药费，我没有能力到欧洲去，到非洲去做个这个好事，他们做好事我随喜一点，这哪里有过失呢？啊，这在佛教经典的哪一条里都讲不通呢？自己不肯干，还要障碍别人做好事，啊，回谤别人做好事，这是什么样的居心啊？错了。啊，我相信这些人，无论在家出家的，普门品总念过吗？啊，观世音菩萨天天挂在嘴皮上吧。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那我要问，应以基督教徒身而得度者，那你就现不现基督教身呢？啊，你是不是可以？这不可以。愿以基督教徒得度的不现身，普明是不是这个想法的呢？自己天天念的经，天天念的佛菩萨名号，心与口相违背呀，心与行相违背呀，学的是什么佛啊？佛法是平等普度一切众生，
啊，一开口，九界众生，啊，九界众生就非常明显，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国家的界限，没有族类的界限，也没有宗教信仰的界限，一律平等的，这才叫普度啊！啊，你在哪个经上看到佛说是这一类众生不度他？啊，没错，佛在经上有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这句话你一定要了解的清楚，不要错解了。什么叫无缘？这个众生不接受，这就叫无缘呢。啊，天主教，那他们到非洲去救济这些病苦的这些众生。他把这个讯息跟我们说，我们捐一点医药费，他接受了，那就有缘了，他要不接受，那就无缘了，那我们就没法子了。啊，他如果说这是我们天主教的事情，你们佛教徒捐钱我们不接受，那我们就没缘了嘛。这样看起来天主教比我们伟大啊，天主教可以接受其他宗教的这个捐献去做好事，啊，我们佛教不许可，啊，不可以拿钱给别的宗教去，这成什么话嘛？啊，心量这么自小，眼光这么短浅，恐怕来生连人生都得不到，成佛做主哪有指望啊！啊，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念的，诸佛菩萨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话怎么讲呢？归根究底，都是不读经之过。啊，这天天念经啊，啊，念经，那就是未能深解意趣之过。你虽然天天读，你不了解，你了解的不够深度啊。所以才产生这么多障碍。啊，真正深入了，深度了解了，问题全化了。啊，那你们如果说再看到我，啊，我拜其他宗教的神，拜其他宗教的经，那你不就是火冒三丈了啊？这还得了啊？确实也有人有疑惑来问过我，我说我拜的是佛，明明拜的是那是印度教的大梵天王吗？你怎么拜的是佛呢？我看大梵天王就是毗卢遮那佛，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应以大梵天王身而得度者，佛就现大梵天王身
而为说法。这个意思经子有没有？有啊，大梵天王哪来的？佛菩萨应化的啊。如果再给你说的明白一点，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佛经上有没有的？大梵天王是不是众生？既然是众生，他本来成佛，我拜他还有错吗？又何况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句教我们什么？礼敬诸佛。那个诸佛是讲的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我没有做错啊，我所作所为啊，都是依教奉行啊，我哪里做错呢？啊，你们常常来找麻烦，你们没有熟读佛经啊。果然把佛经念通了，你这些疑惑、这些顾虑全都没有了。你会知道我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啊，确确实实依教奉行。啊，我真佛弟子啊！啊，所以。万万不可以阻碍别人的善行善事，不可以的，应当成人之美，帮助他成就他的善行善事，不要问了他信不信佛教，只要是对社会、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我们应当要做。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不以小过，正如大罪。啊，小小的过失，以为他犯了大的罪了，这也是从嫉妒嗔恨里面生出来的。没有仁慈的心啊，世间人所谓的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存心陷害人，啊，小小过失，可能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捏造罪证，古今中外，在历史上都看得到啊！啊，这些人都在造业，造极其严重的罪业。被陷害的人，往往过一段时期之后，
社会大众知道他是冤枉的，给他做平反。害人的人当然有他的果报，有很许许多多害人的人，到事情败露了，他被定罪了，或者是判刑，或者是坐牢。这些事情我们看了很多，这都是属于花报果报必定在三途。如果有慈悲心的人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有慈悲心的人对造作罪业的众生只有感化，没有惩罚。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一点意思，这个真正帮助恶行的众生回头是岸啊，他真的感激你，永远的感激你，回头就是好人。一小过正如大罪，一般凡夫他所含的怨恨永远不会消灭，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很凄惨啊。许多人不懂这个厉害，胡作妄为，错了。好，今天时间到了。